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2022第11届中国东盟音乐周闭幕式交响作品音乐会的现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您将继续欣赏到三首交响乐作品。第一首是许舒雅为竹笛和交响乐队而作的作品《冬雪四》，竹笛演奏陈宏璇。第二首是周湘玲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深城之巅》。 第三首是钟俊成为唢呐和交响乐队创作的作品《第十二交响曲》，唢呐演奏刘文文。下面我提议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继续请出指挥蔡央教授。